这是十个女人走向毁灭，受到法律严惩的真实故事。它深刻地警示人们，在任何时候，都要坚持高尚的品格、人生的责任、社会的良心、健康的生活。根据天气和尸体的情况，死亡时间初步推断为48小时以内。死亡性这个办法确定吗？因为失足和自杀的可能性很小，在他的头部有一块血迹，是用硬器砸破的。哦，这个硬伤的伤疤，会不会是他自己掉下去的时候摔的呢？现场已经勘察过了，排除了这种可能。在不远处发现一块砖头，从现场看呢，是有人用了这块砖头砸死了受害者，疑似到这儿。根据这个小孩的尸体长度，他不会超过15岁，应该在12到15岁之间。罪犯也太残忍了，要想方设法尽快查清死者的身份。出事儿，还想着他要出去玩呢。他才12岁个人呢，他能得罪谁呢？别说他了，就俺们王家一家人都是本分人呐。世良他弟兄几个在村子里从来没跟人红过脸儿，谁不说他是好人呢？犯罪分子必须具备两个特征：第一，他和二成比较熟悉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接近二成。第二，他是在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，而且是一个心黑手辣的人。这个人很有可能就生活在二成身边。如果你的推测已经成立，那么整个王家寨所有的人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线范围。王家寨就400来号人，谁家的锅台面朝哪开，村里人不会不知道，谁能不认识二成呢？
我们的排查工作一定要严密，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很大，任务也很艰巨。破案嘛，就如同打仗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侦查工作中不要任何马虎，要经得起检验。我不希望大家的侦查记录上能出现可能、大致、基本这类词汇。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哦，走访群众，收集大量的线索。另外，对现场附近周围的人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走访，应该能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。王大娘在家吗？他家算皱了眉头了，三年死了俩，一大一小。村里人对这个事有什么议论没有？有，咋没有？人家都说他家早晚还得出事儿。那为什么呢？说他家二成斗呗，才12岁，胆子可大。有一次在那个村口把朱德祥的腿都给砸瘸了。她丈夫是怎么死的？年纪轻轻的得的癌症。那二成他爹是什么时候死的？快4年了。到这农历8月就周年了。你哥是怎么死的？肝癌。哥去世那年多大岁数？48。你嫂子今年多大岁数？这我也说不清楚。俺大儿比俺儿媳妇大16岁。大娘，我听兰花的讲话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？嗯，他是云南的。哎，云南什么地方？姚安县。那你哥和你嫂子是怎么认识的？前些年家里穷，俺的大儿子啊就一直娶不上媳妇儿。等到家境稍好一点的吧，他32了，过了那娶媳妇儿的年龄了，没法啊，又穿上钱去了云南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他就把二成的娘给领回来了。二成的娘进家门就跟生了大孙子啊，过了3年这又生了二成，就为这计划生育还罚了俺1000多块呀。队长，俺这日子过得不易呀，好不容易看着二成他也长大成人了吧，谁知道这是哪个心毒的人呢？现在来内地贩卖妇女的人很多，黄兰花兴许就是受害者之一。哎，队长，我说一句行吗？好啊，村长，你说。这个黄兰花呀，嫁到我们村里以后啊，大家认为还是比较踏实的，也实心实意跟二成他爸过日子。啊，你们村里对他调查过吗？那倒没有。不过你想啊，他要是不实心实意跟二成他爸过日子，怎么会连着生俩孩子呢？再者说了，他要是有二心，那二成他爸一死，他早就飞了，干嘛还守着个空房伺候二成他奶奶呢？他经常出门几天找不着。有一次他去电子游戏厅玩，没钱了，老板不让他走，结果关在游戏厅关了2天，后来还是他哥掏了钱才让他出来。那出事的当天你们家就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咱们平民百姓又没得罪过什么人，谁想到会出这事儿啊。公安局的，
是吉利的领导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坐坐。那你们这次来，哦，我这都是合法的啊！你看，这是工商的，还有卫生的。你最近见过二成吗？二成？对。听说了，让人给害了。哎，这可不是我干的啊！上次我不让他走，是想给他点教训。我可不会因为那一块多钱害一条人命吧？那你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平时跟他不熟，不打游戏他不来。到你家的时候看。从二楼到五楼，所有的居民都要逐户调查走访，一会儿不落，他们可能能帮我们提供点线索。你们俩这边去，走。我们都在家，天热，阳台没有开空调，我们一直都在客厅坐坐呢。那您没有偶尔往那看一看？啊，没有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慢走。有人吗？小潘，隔壁这楼门。同志啊，你们家阳台这门经常开着吗？我们经常开着。那前天下午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早上8点多去母亲家走亲戚，晚上10点多才回来。小潘啊，这家很好。谢谢你啊，师傅。好，再见。好，谢谢了啊，再见。平时也不太注意，就是那天中午在那儿，有一人在那儿转了转，好像。这人什么模样？你比如，他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嗯。好像30-40岁的样子，穿件花衬衣。离得太远，记不太清楚了。那他是你们这个辖区附近的人吗？嗯，我好像在这附近的游戏厅看见过他，因为有一次我到那儿找我弟弟，在那儿看见过他，他好像是那儿的老板。你能告诉我这游戏厅的位置吗？那游戏厅就在前面不远，拐了弯就到第一家。你还知道什么情况？接着说。别的就记不太清楚了。小赵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你马上带3个人把游戏厅严密的监视起来。是。哎，你回来。要设法进入游戏厅内部，争取找到第一作案现场。是。方涛，嗯，你继续监视村庄和外围，设法找到目击证人。是。姐姐，我要玩这个。好好。姐姐，快点儿！小姐拿10块钱去玩。想见您，他在门外呢。走，上去。大娘，哎，我们队长来了。啊，队长，我孙子死得不明不白，他冤，他冤了，他太冤了。大娘，
这些我都知道。妈，你看你，你不是来看看情况的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大娘，队长，我有情况要向你报告啊。那好，大娘，我们进屋里说好吗？哎哎，您慢点啊。哎，慢点，大娘。哎哎，来，大娘您坐这儿。好。小王你也坐。好好。小张啊，给大娘倒点水。你不客气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娘啊。有什么事情你说吧，队长，有些事儿我得跟你反映，是吧？大娘，您这么琢磨就对了。谢谢。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啊，及时的都给我们反映上来，这样才对破案有利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琢磨过来，琢磨过去呀，谁跟我们王家有仇呢？我把村里头的家家户户都想遍了，只有朱德祥。朱德祥？哎。在村西头住第六家。这人多大年纪？40来岁吧。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先前是组长，我哥在的时候是会计。现在在干什么？现在在城里开了一家公司。他住在城里吗？不住在城里，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。他每天都回村里来睡。他媳妇还在村里。他每天回来都经过那片荒地。你们怀疑朱德祥，你们有根据吗？哎，队长，家丑难言。大娘，为了破案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啊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队长，我也没什么可瞒的了。俺那儿媳妇儿。跟朱德祥相好，哎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关系的？我哥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来往。我的大儿子老实啊，他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俩孩子有个亲娘，硬压着不叫一家人说呀。老婆都让人家占了，还要什么家呀？要是我，早把腿打断了。二成肯定是他害的。有人反映，二成曾经在村口拿砖头打伤过朱德祥。队长，那是俺孙子心里难受，替他爹抱不平啊。还有一次，朱德祥刚把汽车开回去，二成就把他汽车门用铁钉给划了。朱德祥就到学校找到了二成，一巴掌把二成打到那个垃圾堆里。把牙就打掉两颗。那你们觉得朱德祥为什么要害二成呢？因为二成拦着他妈不让跟朱德祥一块儿出去。今年春节前，朱德祥领着俺大嫂偷偷的去一趟云南，二成知道了才用砖头砸了朱德祥。这个事儿啊，村里人都不大知道。我也只想着他能把这俩孙子拉扯成人，咱也都啥都不说了。谁知道前几天他跟朱德祥又到城里去鬼混了呀，二成偷偷的跟了去，二成还把那宾馆的窗户都给砸了，保安还把俺孙子抓了一下。你说这朱德祥他能不恨二成吗？他能不下毒手？是啊，事情当然更复杂了，不过线索却在一步一步的显露出来。彭涛，把朱德祥监视起来，同时也要注意黄兰花的动静。如果真的是狐狸，终究会露出尾巴来的。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，最好不要采取这种行动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这个进度一定要抓上去，不过这个质量也得搞好啊，不能出现豆腐渣工程，要不然的话，不光我的脑袋保不住，就连你的脑袋也在肩膀上晃不了几天了。放心啊，我们公司从来没搞过烂工程。哎，好，好，回去吧。
注意保持车距。客人进了几号房间？哦，9228房。
局长，看起来黄兰花和朱德祥还确实是情人关系。小鹏啊，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证明朱德祥就是杀害二成的凶手啊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俩匆匆见一面就只是为了作案？那你认为呢？这我还没想清楚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俩绝对不只是为了作案。可是他俩确实也没有什么交流啊。可是案发当天朱德祥都干了什么你查清楚了吗？哦，这个都查清了。他整个上午啊都在建筑工地，中午工地的包工头还请他到北方大酒店去搓了一顿，吃完饭以后他们又找了一家歌舞厅，还叫了三个小姐去陪唱，一直到7点钟才开车回家。是啊，案发时间跟朱德强回家的时间正好吻合。可是朱德强回家的时候确实经过这片荒地了吗？对，有人看见过。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朱德强来一次火力侦查。家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找谁呀？哦，朱德强在家吗？啊，在。德强。哎，有人找。谁呀？谁找我？哎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公安局的。啊，找我有事儿吗？对，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好，好，来这边坐。来。来来来，好，朱德祥，黄兰花家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，知道。来，抽烟。我们来找你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没有？啊，来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人呢，常年也不在村里。村里发生啥事儿呢？我也不太了解，恐怕也给你们提供不了什么线索。啊啊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给警察谈点事儿啊，回去。哎，朱德祥，我们正因为相信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，所以才来找你。我，朱德祥。你再仔细想想，很值得怀疑。谁？村长张乔生。为什么呢？我听人说有好几次他都想占黄兰花的便宜，黄兰花没答应。他会不会怀恨在心，把他孩子给杀？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黄兰花亲口对我说的呀。半路杀住个村长张秋生，这黄兰花表面上挺贤惠，背后还是蛮复杂的嘛。也许啊，我们正在接近目标，张秋生必须马上进入我们的侦查范围。但是对朱泽祥也不能放松警惕，防止他跟我们用调虎离山计。那天看见的好像就是他。那好，你现在就跟他进银行，看他想干什么。这我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，他没见过你，也认不出来你，去吧。喂，哦，我是李洪民，小邵。什么？游戏厅老板逃跑了？什么时候？哦，今天早晨，取了所有的存款。喂，队长，是截住他还是跟踪他？把他截住，可以
凶他。1860，请你靠边停下，请你靠边停下，接受检查。前面农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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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60，请你靠边停下，请你靠边停下，接受检查。咱们一起死！他娘的，我早都不想活了。绝对不能放他走。这种人一旦到了人多的地方，危害会更大。必须在这儿把他干掉。如果他死了，就没有考古证据了。听着，你听着，只要你能向我们投案自首，我们可以给你宽大的政策。你不要骗小孩了，我身上有人命案，怎能死路一条？你们要是今天不放过我，来吧，咱们一起死。这种人都是疯子，你听着，你打他的左手，我打他的右手，把他打碎。我早活够了，但是我不想一个人走，我只能叫这位警察小姐陪我一起走了。把他刀跟住了，慢死。怎么了？彭总，你这儿。你那个地方，你往前走，这儿看。仔细的搜查一下。这是血迹。哎，小王，情况怎么样？人倒是醒了，可他什么都不说，还几次想自杀。走，看看去。
其实当时我们完全可以朝你的胸口开枪，一枪把你打死。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现在就要看你的合作态度了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很明显，游戏厅老板的逃跑，完全是因为害怕。他说他手里有人命案，这人命案是不是荒地这件案子的？可能性最大，因为我们正在办这个案子，他发现我们盯上他了，便慌了手脚。喂，什么事儿？好，王涛，跟我到王家寨去。哎呦，出事了！来来来，请啊，后边去，后边去啊，后面大家。来来来来来，让你让你来。来来来来，好。小鹏啊，你看看怎么回事？村长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就出了这事儿啊！这个我们赶过来的时候已经死了，这个我们一边保护现场，一边给110打电话，又给你们打电话。他们家人知道了吗？哎，已经去通知去了。这辆车的刹车已经被人动了手脚，一旦急刹车，刹车线就会挣断，致使刹车失灵。你看，哎呀，干你们这行的真辛苦啊！啊，这大热的天儿，真是又让你们跑一趟。来来来，好，先擦把汗啊！好。哎呀，天气是真热啊！哎呀，这个刚才啊，现场人多，我不敢多说啊。这大成家这个事儿啊，我心里早有怀疑。嗯，好，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那你说说看。哎，这个世亮的死啊，应该和二成的死联系起来。嗯，我觉得这里边有故事。你想啊，这个世亮啊，他家的事怎么会这么凑巧？还有二成的爹死了，这里边啊都不是没有怀疑的地方啊。村长，你能把你怀疑的地方跟我们说说吗？哎，这个黄兰花呀跟朱德祥好，一年呐二成的爹就死了。二成啊发现了真相，就去找朱德祥算账，啊砸伤了朱德祥的腿。朱德祥当然心虚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所以他就要出。